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很开心来到你的、我的、我们的荣耀。其实呢，我和荣耀可以说是缘分匪浅。我有几部作品，作品的名字都带有荣耀，甚至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会打趣，然后艾特我和赵总。现在我来了，作为一名演员呢，塑造出好的角色才能让人记住。对我而言，每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有生命的，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也很荣幸能够和他们一起，通过一次又一次竭尽全力的拼搏，见证他们的荣耀加身时刻。是每一次竭尽全力都是荣耀加身。其实呢，我一直被荣耀品牌的成长经历所打动。单枪匹马二次创业，荣耀从来不选择容易的事儿，而是坚持走一条正确而艰难的路，打磨每款产品都会拼尽全力，历经磨难也不忘初心。在这一点上，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共鸣。荣耀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没有人不需要荣耀，只是你还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荣耀，每个人的闪光点都值得被看见。就像在一个剧组里，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一部好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发光而变得精彩，每个闪耀的人汇聚在一起才能绽放更大的荣耀，点点微光汇聚成这个时代的荣耀。好作品和人生都是修炼，一点点经历，一点点磨练，一点点记录，就是最美好的时刻。荣耀90系列的2亿像素写真相机，能够记录每个人自然上镜的瞬间，能够让每一种美都率性绽放，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闪闪发光。新的荣耀篇章，让我们一起谱写，记录自然上镜的每一刻，让我们的荣耀永不散场。我是荣耀90系列的全球代言人杨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杨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荣耀90系列记录下每一位闪闪发光的人，同时也记录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耀。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荣耀90系列全球代言人杨洋来到我们的发布会现场，我们也再次以掌声欢迎杨洋。欢迎杨洋。那既然作为咱们荣耀90系列的全球代言人，您应该很早就使用了荣耀90系列的新款手机，那在使用过程当中您感觉怎么样？我特别喜欢，然后呢，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屏幕看起来非常的舒适，而且电量也非常的充足，让我有了就没有了这个电量的一个焦虑。其次呢，我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拍照功能，拍出来照片非常自然，然后又非常的有质感，就是走哪到哪你都想拍一拍。走哪到哪都要拍一拍。那既然说到拍照和写真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杨洋的写真照好吗？来，请看大屏幕。在这样的一个尺幅下，我们真的感受到的是单反级别的写真照，对吧？我觉得杨洋帅气的脸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导播老师能不能将画面放大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成片效果绝佳，我觉得
杨洋五官的这个立体感也呈现得特别出色，大家应该留意到了，每一根发丝都是根根分明的。那我觉得一张照片好像不太够，对吧？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屏幕上的照片都是使用荣耀90系列拍摄完成的写真照，我觉得这个扑面而来的帅气。我想问一下杨洋，你平时自己会喜欢哪种类型的写真？那这些照片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张？其实我都喜欢，因为真的就是我们荣耀手机拍出来照片真的非常的有质感，然后真的也很好看。其次呢，如果要非常的选出一张的话，我觉得第一张会比较特别一点。第一张特别一点哈，对，因为这张照片是我们荣耀90 Pro 然后拍的一张入职照，我入职照片。中间的这个工作牌呢，我记得赵总应该有分享过，然后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蛮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应该也是可能大家看到的最美的工作照了。那这些我觉得一定是得益于荣耀90系列写真相机的功劳，非常自然真实地还原了杨洋的帅气的容貌。那我们知道杨洋，你之前拍摄很多的包括写真的工作肯定是要配合邀请专业的团队，那这次拍摄的照片都是用荣耀90系列完成的，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是的，没错，我觉得在大家认知里边要拍写真照片可能要去照相馆。对于我平时而言的话，我可能会去摄影棚，然后会请专业的就是灯光师以及专业的摄影师。那现在呢，其实当我拥有了荣耀90 Pro 之后呢，感觉拍写真特别的方便。平时的话行程会比较多，然后手机直出生图的话，你可以就是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感觉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惊喜，然后拍出来也很自然，拍出来的人像照然后后面的背景虚化也很有层次，就是也会非常的有质感啊，就是走哪儿就想拍到哪儿。然后我的粉丝可能就是看到我拿到这款手机之后想更多的看到我拍照片了吧。特别想是吧？那 听得出来我们的全球代言人杨洋真的非常的专业，也不愧是我们的生图王者，咱们荣耀90系列的天选代言人。我看咱们现场现在已经是做得非常的满了哈，我也想听一下咱们朋友们对于刚刚写真照片的一些观感。在那边蓝色的区域是杨洋的粉丝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你们也跟台上的杨洋打个招呼吧，好吧？蓝色的区域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醒目。我问一下啊，你们觉得刚刚大屏幕上这几张照片，你们觉得哪张最好看？害羞了，是你们的回答方式，都好看啊！大家一看，能够感受得到。咱们粉丝是满满的热情，但是对每一张写真照片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那想问一下杨洋老师，觉得咱们粉丝朋友们很喜欢，那作为我一个观众来讲，实话实说，杨洋的颜值我觉得就算不修片也很好看，对吧？那作为像需要一款好的手机，那要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如果想要追求一下这种大片效果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摄影技术了，那您的建议，刚刚我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听到，您的建议是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只需要一点点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加上荣耀90系列的写真相机的帮助，然后在其实很普通的一个生活化的场景下也能拍出比较好看的照片。就是能够拍出这种很时尚的大片感。对，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哈，我觉得给杨洋一点难度吧。您看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咱们现场挑选我如果说挑选
一位的话好像显得有点诚意不够，那我们选两位吧，好不好？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如果我来直接点的话好像就太像托了，对吧？杨洋你来选一位吧，你选一个座位号。我来选。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然后是我们这次荣耀的一个发布会，5月29号，那我就选5排29。5排29的朋友在哪边？能不能起身？哦，看到了，是在右区的一位小哥哥，一位男士。好，请到那个我们的台阶入口处，哎，工作人员帮忙引领一下，可以到舞台上。没关系，大家不用着急，我说一位诚意不够，我再多选一位好不好？好。哎，杨洋，你都握手了，我都没有握。杨洋问一下，哎，你还记得是哪天成为荣耀90系列的官方代言人吗？哪一天？哎，你说到了，5月18号。然后我就想选5排18，因为是5月18号是我宣布成为荣耀全球代言人的那一天。我听杨洋的建议，5排18号在哪边？都起身了，好像在这儿，在这儿。在。哎，在这儿。哎，5排18座是在杨洋在那边。哦，在这儿，在那边看到了一位穿着短袖上衣的一位小姐姐吧。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哈，可以从这边的通道入场，留意脚下安全。今天杨洋可能身份里多一个了，变一个摄影师。那一会儿我们能不能请你给现场的这位还有这位两位朋友，咱们现场拍一张属于他们的写真，可以吗？呀呀呀呀，来，男士到中间来吧。是我的错觉吗？脸红了呀。我来问一下啊，两位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激动吗？好激动啊。好激动，好羡慕啊。来，这位男士你心情怎么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哈。那我问一下，两位之前有拍摄过写真或者说喜欢拍写真吗？一直想拍，但是没什么时间。好忙啊，没什么时间拍哈。那你呢，平时有拍过写真吗？没怎么拍过，但是最近想和女朋友一起去拍。哦，还不知不觉被喂了一把狗粮。那既然想跟女朋友拍的话，你今天哇，你太幸运了，旁边不光是我们荣耀90系列的全球代言人，此刻杨洋会为你们两个在现场拍摄一张专属的写真照片。那你在旁边酝酿一下吧，在这边稍微等候一下，咱们就女士优先，你先来好不好？来，这位小姐姐，我给你选个位置啊。那边其实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咱们就站这儿吧，好不好？好，杨洋，那边我觉得蓝色的区域特别好看。对对对，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小姐姐要看镜头，不要一直盯着摄影师哦。然后可以打开相机，对，选择人像，一个两倍的一个焦距。在对准人物之后，其实后面的背景会有些虚化，没错，然后拍出来也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好看。好认真啊，好羡慕。好，谢谢，手机借用一下啊。来，你来看一下。来，告诉我觉得拍的怎么样？好看。好看，你别往后躲。你觉得跟之前拍的有什么不同吗？之前没有杨洋给我拍照。哦，理解你。来，到这边平复一下此刻的心情，到你了啊。
撒狗粮的一个小哥哥啊。同样的位置，设想一下啊，摆一个怎么样帅气的 pose， 看看我们代言人他会用什么样的 pose， 自己来想想模拟一下。其实拍的时候不用有时候不用把手机举得特别的高，因为举得特别高的话会把人拍得矮，然后也不用举得特别低，举得特别低的话可能会把人拍得变形，就在正中间就好。什么叫做写真教科书，应该拿笔要记下来的啊，学到了很多拍摄的技巧。哎，好好看，小大点，好开心哦。好好，来看一下，很帅很帅很帅啊，很帅很帅，很帅，非常满意，谢谢杨洋，非常满意。好，来，两位到这边来，今天不光来到舞台上体验了一下荣耀90系列的拍照的功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收获了由杨洋为你拍摄的专属的现场独一无二的写真照。那在发布会结束之后，两位可以去到后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将这些照片你们的专属写真给到两位，那再一次表示祝贺。来，我们掌声送给两位现场幸运的朋友，你们可以从舞台两侧回到座椅区域。那特别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如果说我是这两位其中的一位，如果杨洋给我拍摄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写真照片，我发给任何一位朋友，我觉得能够收到他一连串的这个表情包，表示惊讶，表示吃惊，表示羡慕，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那哎，表情包，杨洋，你平时你会用表情包来跟朋友们或者说跟粉丝朋友们去沟通交流吗？对对对，会的。然后比如说我的朋友们会给我分享一些表情包，那我也会存下来，之后呢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到粉丝们分享的关于自己的表情包，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话我也会转存下来。好，那大家想不想要一点杨洋的表情包呢？不用着急，我手里有一台荣耀90系列的我们的新品的手机，我帮大家来完成这个小小的任务好不好？我给杨洋拍两个表情包好不好？技术当然没有杨洋的好，但是我尽我所能，因为有荣耀90系列的加持。那杨洋，我觉得要不你就站到这边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对，您看那边就好，您看那边就好，看那边。对，因为你的粉丝在那边，您看那边就好，我来给您拍。哇，杨洋，我觉得他们太赞了，你能不能给他们点个赞啊？棒棒的啊，朋友们，我尽力了。然后现在我的照片已经拍好了，杨洋，你来选一下，制作个表情包吧，挑选挑选。蛮好看的，对，拍得很好看，对。然后呢，其实我们怎么样设置成肌肤的表情包呢？帮您拿着这个。我们拍完了一个动态的照片，可以点更多，更多之后有一个另存肌肤表情包，我们点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刚才拍的一个动态照片了。之后呢，它下面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咱们加个文字吧，我觉得他们特别棒。对对对，加个文字，有一个文字，我们点文字，然后我加个什么呢？你真棒，大家真棒，为大家点赞啊、哦！你真棒，或者一个耶都可以。A H， 哇！对，然后加一个耶，耶，耶。然后我们字也可以变颜色，对，都好看，蓝色吧，蓝色是我们的主题色音乐色。弄完了，弄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按导出，一键生成。生成了，
这时候呢下面也可以有分享，就是你想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上面都可以。对，杨洋太热情了，我个人提议咱们再做一张好不好？再做一张，再做一张吧。这张好，我再拍一张吧。好。好的。好好看，大家不用着急哈，我们期待。别着急，我现在有了新手机，我可以拍很多照片然后发微博。对，跟刚才的一样。嗯，然后我们点另存祈福表情包，点一个文字，这个我们来个什么文字呢？非常贴心哈，大家觉得每一个表情包都很好看的话，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起来了。大家的手上的如果拿到了荣耀90系列都可以使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一键生成表情包的功能。如果这个跟朋友聊起天来的话，我觉得哇，真的是一种不光是视觉的享受，同时也能带来我们很多的乐趣。这个真棒，真棒，棒不棒？好了，完成了，完成，谢谢，谢谢杨洋。那今天呢，特别高兴邀请到荣耀90系列的全球代言人杨洋来到我们的发布会的现场，其实给我们做了非常出色和精彩的产品的展示和演绎。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发布会现场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重磅的环节，也是大家很期待的。那接下来请杨洋在舞台上稍事等候，也让我们以掌声再次有请赵总登台，掌声欢迎赵总。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来到发布会的现场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我在刚才在台下看到杨洋跟大家的互动很开心啊，也看到杨洋使用荣耀90两亿像素写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我记得应该是一个5排28号，一个是5排18号，是吧？啊，拍出来的照片很棒，那基本上代表了荣耀90系列的风格哈。应该说呢，我们跟杨洋结缘是因为荣耀啊，我也看了杨洋的《荣耀三部曲》，啊，我觉得我们对于生活有很多共同的理解。我非常欣赏刚才杨洋所说的几句话。那么每个人呢，都能贡献出自己的点点微光，而点点微光呢，汇聚成这个时代的荣耀。而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荣耀。没有人不需要荣耀，只是你还不知道它。那我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科技和用我们的温暖，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个时代的荣耀。我也想，这是杨洋的荣耀三部曲，也是荣耀这么多年一直所追求和努力的方向。非常开心你来到发布会的现场，让我们一起把更多的荣耀带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把更多的荣耀带给每一个人。今天呢，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我还为杨洋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啊，请工作人员拿上来。这是用荣耀90拍摄的杨洋的写真照片集，给大家看一看啊！哇，每一张照片都是
直出不修啊，不修图，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杨洋。非常感谢收到这么惊喜的一份礼物。然后各位朋友们呢，到线下的体验店购买荣耀手机，也有机会抽取杨洋的写真集。谢谢赵总，然后谢谢大家，然后我也收到了一份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荣耀九十系列的全球代言人。接下来有请摄影师为赵总及荣耀九十系列全球代言人杨洋共同合影留念。好的，谢谢，谢谢。相信赵总和杨洋也听到了大家的呼声了。我觉得赵总，咱们在现场邀请您和杨洋，我们一起跟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抄一张照片吧。那我们现场与大家一起自拍一下啊。好，那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将你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的舞台的中央，同时挥舞起你们的双手，让我们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照片当中，在向我们完美的写真的定格当中，能够看到自然上镜之美的你们。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赵总。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荣耀九十系列全球代言人杨洋的到来，我们也掌声再一次送给杨洋，谢谢，辛苦了，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赵总，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好，相信赵总应该感受到了我们的粉丝的热情了。那现在重磅的环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将舞台和时间交给赵总，有请。好，话不多说啊，下面就到了激动人心的价格发布的时候了。首先发布的是荣耀九十标准版12+256GB 的价格是2496元。